女强匪持枪冲进银行柜台，要求把钱交出来。行员为求保住性命，交出整袋现金，但随即按下警铃报警。有金光皮带逃离，朝银行内丢掷震撼弹。歹徒手持赃款冲出门外，同时丢掷震撼弹。一旁民众听闻巨大声响，全都吓坏，尖叫往外逃。这银行的防抢演练过程相当逼真。什么事？警察！什么？抢匪蒙面骑车，但就在下个路口，远警成功逮住嫌犯，将他上铐压制在地。然后也让银行说啊，有可能歹徒会用这种变装的方式去进行。行抢，五官深邃，长相清秀，反串女强匪的远景被民众眼尖发现，神似男演员吴康仁。知道身为一个女朋友，马上回简讯是你应尽的义务吗？你刚刚整整超过了一分钟没有回我。有着警戒明星脸的远景，25岁的黄少成，目前担任士林分局侦查队分队长。啊，就是同事他们就觉得可能我比较像吴康仁吧。对，我也是近期才知道他们这样子偷偷私底下这样叫我的。警方举办银行防抢演练，不仅要提醒民众在金融机关提领现金得特别小心，扮演抢匪的远景特别反串演出，也意外成为了新闻焦点。记者许志明、李玉涵台北报道。